那大家在享用美食的同时，我们就为大家揭晓第一批词库。有请裁判。深深，帮我们开一下那个纸板。大家在享用美食的同时，我们就为大家揭晓第一批词库。有请裁判。深深，帮我们开一下那个纸板。吓我一跳，真有假发片。我一定要跟大家说，我没有假发片。胖头鱼、外卖、假发片、猪八戒、千岛湖、音乐节、鲱鱼罐头、发际线、鱼唇、嗓子眼。千岛湖的猪八戒在吃着鱼唇，李晨的假发片卡在嗓子眼，卡在嗓子眼。这句我们要了，破音。这句我们要了。假发片卡嗓子，卡在嗓子眼。假发片都能卡在嗓子眼，我栓溜啊！今天美文给到大家的词库中，既有体现淳安人民依靠千岛湖高质量发展的主题词，也有让改编难度增加的干扰词语，所以大家的选词顺序很重要。接下来我们会在这里进行一项任务。任务成功的队伍可以从这十个词里面给自己这队挑选四个，并给对方挑选一个词，而失败的队伍只能在剩下的词里挑选三个。明白。我们要进行的任务是抓气球挑战，每队派出两名成员，在气球落地之前把它抓住，抓到更多气球的队伍获胜。你们两队各有四次抓气球的机会。好的，来吧，来吧，明白了。那就从绿队先派出两位。来，我跟龙飞先来。好。我这样吧，他往上放吧，我也不扔，我就让他缓一点。他应该飞不远。飞不远，就这附近吧。好吧。好，来，来吧。来，好，请准备。就完了，不想开始啊，就开始。怎么可能抓得住啊？来，下一组，来，好，下一组，我来一个，我来放，你准备好啊？那你俩抓离近点，离近点，离近点。打脸！哪有怎么往我脸上飞呀？我以为你要拿嘴接呢。来，会不会这样放会容易一点？对对对，你就这样对着我，然后他会往你脸上走啊。会往我脸上走？怎么可能？来，哇，这么远！还有几个？怎么放这么远？你以为掌控了他的飞行轨迹，以为 get 到了精髓？导演，你看我们两个人都抓不到，让我们四个人试一下好不好？行啊，我们试一下嘛。好，四个人都抓不到的话，那就是你的游戏有问题。准备，一二。那是游戏的问题。游戏的问题。落地了。失败，这叫一整个手忙脚乱。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吗？导演，是你们的问题。接下来请蓝队。这好难啊！这好难。我们试一下吧，我们也不行，没戏。走，这是我女儿最喜欢的游戏。抓气球。对，真的。走吧，走吧，别琢磨了。换一只手。
走吧走吧，别琢磨了，没啥好说的，换一只手。啊，他这对他往上扔，还是往上飞？咱也往上了，刚刚。但气球不听话呀，他就非要往下呀。你们俩试试吧，反正已经有一个了。怎么放啊？你往天上放。往上。还是往上扔？哎呀！哇呀！但你中途好丑，你真的是我。你是接到了，但中途。我在这里没有比鱼更丑的了，来吧。是我们的问题吗？是我们的问题。因为蓝队在刚刚的挑战中胜出，所以蓝队可以为自己队挑四个词，然后将一个词给到绿队。我们的歌不能没有假发片。假发片那肯定要跟发际线一起啊。嗓子眼儿。嗓子眼眼、啊、哎眼可以。对吧，还有一个猪八戒可以。行吗？可以可以。啊，鲱鱼果冻给他们。鲱鱼果冻给你们。好，就这样。我们来哪个？老虎胖头鱼。再来一个音乐节吧。哎，你现在一看歌词你就能看出哪个队的品味了吧。这么多词儿，现在两队就选定了你们的第一波词，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大家还会赢得更多的词，到时候要编进自己的歌里。